穿也可以。所以我要攻击到这个大个，啊，这个边面这里来打我，把第一个的成盾，成盾 ，shot 上来，变速攻击，中攻下滑，至少打这边会有效，所以中攻打完以后他要下滑，想办法知道这边的二打一，所以他继续攻击，或者是我在这边做停顿的时候，因为你是觉得这个人要等待，要 ready， 要解除所有敌下滑。如果我再攻击一样，好，把我这边下把谁要补？好了，好，后来就有个右手受伤跑不了，就可能等动作会比较怪一点，但是我会跟你讲，大概放下来再来。然后再来最后都没有机会，为什么会传给这个 corner 上来的人来打？好，一样，我第一个机会，啊，走下滑，谁先拔？对，你上来，控制上来，停。不要动，防守者举手，好放下，进攻举手，所以会形成这个状况。你要不要协防？那边要不要协防？你只要一协防，我一传就是多打少。啊，所以我们想要在重边这三个人都把他打掉，所以上来他就卸了一场。没事，在这个地方 ，OK。所以我继续攻击，我会有攻反，啊，我会有，对，这个打的人很快想到，我会有。好，防守者来夹我，转掉，好，右手，好，受伤对吧？打，好，踢了，二打一，二打一，没有，我们第一个路线，快传下去，快传下去，打，然后踢，走吧，你去找他，水停，你要找哪里？直接管底线，管底线，你跑开，转中间，转中间，下去找他，转中间，啊，你跟会找到那个防守会撞在一起。所以要打底线，要这个位置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时间，如果他防守都守到，啊，来，包接球，今天他们接下来站。